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跳蚤满天下》，我是 Hannah， 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开怀大笑，度过快乐的一天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ana。最近我有一个新绰号，大家都叫我牙擦米老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大学同学都说我笑的时候长得很像米老鼠。咦、那也 OK 啦，因为米老鼠很可爱啊。但是我公司的同事竟然都说我长得像牙擦鼠，我有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好伤心。娜娜，我觉得他们这样对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觉得娜娜是像牙擦鼠还是像米老鼠呢？请寄 email 到我们的123@skylinking.com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就不要再闹娜娜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有定期收看我们跳蚤满天下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们每一集主持人的造型都很多变。像娜娜上次就是一个很爱比功夫的中国娃娃。对对对对对，像 Hannah 你上一集也很厉害啊，你那个女仆装哇超劲爆的，看到我们导播都流口水了。但是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这一集又有新突破了，我竟然要放弃我一向气质的路线了，而我也即将摆脱我那三八又靓丽的外表，到底我们两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请拭目以待。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子又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。”逼不及来呢！哎呀，怎么办了？我都抱怨到底在干嘛啦？害我都不能专心弄我的瑜伽了。哎呦，我说陈同学，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考月考了，难道你不紧张吗？哎，考试而已，有必要这么紧张吗？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我妈最近带我去做指甲，你说好不好看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很羡慕哈，我跟你说，不能碰，你知道吗？弄掉一颗指甲就要150块了，150块，这边只有20克，所以我要好好的保护它。150块，20克，说3000块，3000块可以付房租，可以买望远镜，可以买显微镜，我可以买10大圆珠笔，还有草哎。哎呦，谢同学，你的反应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对了，这个礼拜五我们学校有办 clubbing， 你要来吗？可乐饼是什么可以吃吗？哎呀，没关系。对了，这一次的 clubbing 主题刚好就是丑不拉几书呆子风，我觉得你超有潜力可以得冠军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啦，没关系，反正每次都是我赢，这一次冠军的宝座就让给你吧。真的吗？所以我这种高腰裙啊，耳送三高发型就可以得冠军哦。哇，真是不错哎！不是这个，不是重点，我要读书啊！你不要一直分心我。哎呦，考试而已。谢同学，我跟你讲，虽然我们是当学生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只会书本上的知识啊。我们应该随时跟随着世界的潮流，然后 update 我们自己，这样才可以变成一个时尚达人呢。世界上的潮流我也知道很多啊，像我知道那个美国征兵阿富汗三万人，我知道那个泰戈沃兹要冲出球坛，还有我知道奥巴马，奥巴马会用 Twitter 怎么样？好好好，很厉害很厉害。那你有听过法国名牌 Hermes 吗？阿玛斯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是 Hermes， 跟我念一次 Hermes。Hermes 像打嗝。Hermes。嗨。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观众朋友们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法国名牌 Hermes 的名牌包包，它是属于高雅型的，品味出众，然后呢是女性们梦寐以求的品牌。那它原本的售价是10000块美金，现在只需要3000块，你就可以抱它回家了。哇，10000块3000块，我算一下，哦哟，打3折，真的是太划算嘞。谢同学很有兴趣哦，那你就可以拨打626-642-7411，626-642-7411。等一下，我拿笔抽下来。哇哦，不是啊，你不要一直让我分心好不好？我要读书啦哦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我搞不懂。哎呦，谢同学，干什么？你这样子疯疯的不行啦。我决定，我要帮你介绍一个男朋友。男朋友。真的，我最近有认识一个书呆子，长得就是跟你一模一样，然后他一直也是找不到女朋友，所以我要把你介绍给他。
男朋友他有没有像卢广仲一样帅，都不会唱早安陈之美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！啊哇哇哇！好了好了，看你这么有兴趣，嗯、我就马上帮你预约吧。哦，好啊好啊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要考试的，你帮我预约一个月以后来哦，读一下白哦。OK OK， 好，一个月之后、嗯、没问题。陈东德，我觉得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你跟我分享，我也跟你分享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文学作家 L. Ron Hubbard 的13本英文原著，包括文学、散文、励志，13本只要150元，保养如新，适合15岁以上的青年人阅读哦。啊，陈同学，你有没有15岁以上？有，所以陈同学可以拨打这个电话626-823-0325。626-823-0325。哎呦，陈同学，你也知道我最近就快要生日了嘛，吼。好啦好啦，150块就等于我一颗钻石嘛、嗯。好，那我送你当生日礼物好不好？嗯、但是你要借给我看哦。嗯，没问题。我在下午 weekend 有事做了，我可以一边读孔子孟子，我还可以一边读英文中英文。哇，受不了了啦！陈同学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老师会发现我的袜子？穿的不太一样颜色吗？不会有人看到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、啊！要我忘记穿裙子，我穿成裤子了啦，怎么办？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、欸？不会有人注意你的啦。哦，是哦，哦好吧，那个，啊，老师来了。哎，真的耶。那我要等一下要跟他讨论一下我下学期的成绩。